我们现在呢，就是60%-70%的业务呢是在国外，那么这60%-70%的业务呢，有70%，那么就是一带一路的国家，那么这些国家呢，一般都是发展中国家，跟中国就是前些年的发展水平差不太多，而我们呢，就是又是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，那么对这个经济情况呢比较了解，也对这个发展趋势呢也比较了解。